我们的口号是笑饮江湖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现学现卖，成长飞快。视频学习中。消息完毕。首先剪下一根尼龙丝并折双，然后切开瓶盖，第三步把尼龙丝夹在切口处，第四步用针孔套住尼龙丝，第五步把线穿入尼龙丝圈内，最后移动针头即可。为了巩固记忆，再来一遍。实用功效为：一、简单易学。二、取材方面。最后，为了加强记忆，来一遍。欧耶，我会了，你呢？Nice.